安定中山社区吹过日数已经超过着八十冬，全盛时期规个社区五十二户，其中有四十八户人从事吹过行业，所以讲因此冒吹过装而且风和日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，少年人来出国吹过而且工课来无落去，现在只剩五户。为了传承着过装的历史，中山社区透过一系列计划出差出门选办活动，和大家认识着过装，而且二十号将搁举办着珍贵传承的。有邀请到十外个社区，会讲个祭典，舞台表演，啊，有演唱会，二十几场演唱会，啊，有安尼文物展，啊，有啊，南区个 DIY， 啊，有街头艺人。为了二十号这天活动，中山社区理事长王清河做了真济准备，更加将收藏真久的古物拢全部摕出来做着展示。上有价值、上有历史的，应该是画面上这支清朝时代用着红砖啊所刻的古物。这支是砖啊头的哦，不是木材的哦，这是砖啊头的哦，伊嘛拢足完整的哦，那这个古，啥子古？人马尾头、马尾鱼、四尾头，都这古。啊，这个菇呢，就是长寿嘛，代表长寿嘛，吼。啊，伊这边呢有鱼、甲土，啊，就马尾、四尾土多这菇，对，伊这是鱼嘛，啊，这是土嘛，啊，土里个竹丝尾，哦，土个竹丝尾。啊，我伊家做啥？砍啊，这是财富啦。哦，古早来伊年啊，就是这，哦，这是砍啊，吼，这砍啊。啊，那伊这边呢，要鱼啊，年年有余。伊本身是老粿店的第三代，现在有第四代在遮手，对着炊粿甲做粿有真清高的感觉，唔甘中山炊粿历史别来办袂记。社区积极透过着写作计划记录保存发扬甲传承，即嘛互区长李耀洲相当感动。家家户户拢是做粿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有那是安尼啊，做粿就是做好食，吼、哦、啊历史有名，吼、哦、所以就传承安尼。啊，所以即届为着讲。这个粿的故乡，咱这个要叫做珍贵故乡吼、哦，啊，就是这个部分吼、哦，咱要搁再来做一届，让大家知影。二十号即天的这珍贵传承活动，除了受社区团体展演之外，佫有真侪正珍贵历史悠久的粿模佮人神顶会摕出来做着展示。现场嘛安排着做粿体验，社区就希望透过着活动举办，互佮侪人知影粿仔庄的历史，回忆着炊粿记忆。南天新闻台社安定采访报道。